başladı o. Mağanı başa bir şey vuracağım ba.吓死我了！啊，你快过得快，这车怎么了？爆胎了！那踩油门那一下吗？你还到啊？前方闯红灯摄像，限速50。我不想，是记得吗？200米处有违章。嘿，嘿，我这啥来着？哎。哎，远了！你砍到这儿去呢？可擦到啊！进入十米隧道。哎呦！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了都400块钱处罚。行，你自己看着录就行。嗯，要改。我有牛皮。干嘛？这是服务区啊。
这不是服务区，这是车子出事了。啊！哎呦，你等一下，哇塞，这么恐怖的。